你聽下，我啲觀眾根本就咁高水平，我使乜挑選過呢？等我諗一諗佢呢個邏輯先。你回水俾我，唔通我上一世認識得你？都幾奇妙。多謝你，多謝你，收咯咁就。睇下先。仲有封信嘅添，嗱呢啲啊真系叫做真系 fans， 你睇你哋学下啦，你哋学下啦，人哋封信写住咩？人哋而家只系睇开头都未开始个 show， 佢已经咁样写上嚟啦。本人陈可为系咪真名嚟啊？是陳可為，是不是那些無作不為的意思呢？真無所不為。陳可為，現在不用你回水，並且先預付兩張門票之費用給你，麻煩你準備好下一次棟篤笑門票後與本人聯絡。學到嘢咪好，學到啦嘛！呢啲叫真係支持啦。但係當然，其實呢啲叫死木仔，因為下一次嘅門票1000蚊就買唔到兩張。